挤爆高雄5庙关帝庙要上2楼正殿的阶梯，挤得大家动弹不得。就因为正殿人满满，要跟神明上香拜拜也都要排队等。由于庙里主供奉的是主管事业财运的关帝爷，很多民众初一走春就来拜财神。不止2楼人多，1楼庙城也很热闹。 大家排队排好长，就为了庙方发的平安面，希望能吃上一碗平安一整年。高雄5庙关帝庙有平安面，屏东玉皇宫则有平安本汤。来这汤，好几桶的饭汤来供应，有人盛饭，有人舀菜汤，每碗都盛满满，旁边还有桌椅，让大家可以坐下来好好享用。做白萝卜，摆到1点钟呀，做白萝卜。 为了这碗本汤，都是要等半小时起跳，有人已经开动，有人还在等。排队领饭汤的人龙从庙里排到了庙外来，人好多，怕不够，所以庙方准备了很多。我们这一次的高丽菜是准备了1500斤，嘿，那个香菇这些塑料，这些塑料也用了500斤，总共就有3000份。初一到初三连续3天，早上10点半开始发放，希望大家年节一早有碗热热的本汤。假爸爸归你们欢乐，排队的还有这里。 人也是排到庙外的路边，多到简直就快绕庙宇一圈，都是为了它而来。就是这只小王马，今年龙年小王马也应景的戴上了恐龙帽，实在太卡哇伊。从台北下来的、啊，他什么时候下来？ 昨天半夜，超级铁粉牺牲睡眠，专程从台北南下。小王马的魅力，大人小孩都很爱，很可爱，很可爱，好，漂亮。很早就来排队了，对不对？ 屏东东龙宫龙年小王马年初一开卖，吸了大批人来开抢。除了收藏之外，也希望龙年有龙马精神，好运马上龙中来。华视新闻邱俊平、谢雨欣，高雄屏东报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